哎，这家好像没有人儿，我要打开门进去拿点吃的。嘿嘿嘿，我们是祖国的花朵。哎，门怎么开着呢？不对，爸爸妈妈上班了，弟弟去上学了，还没回来呢。天哪，我家不会是进小偷了吧？没关系，我要用奥特曼哥哥给我的奶酪棒去呼叫他们，这个是我们的暗号哦，呼叫奥特曼。啾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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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，这么多奥特曼。佩奇，有什么需要帮忙吗？奥特曼哥哥，我们家好像进小偷了，门是开着的。好的，你放心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哇，好酷哦，你们要小心一点啊。咚咚咚咚咚。天哪，奥特曼哥哥到底抓着谁了？啊，原来是老巫婆，你怎么又来我们家偷东西啊？因为你妈做的饭好吃。老巫婆，你还有理了啊？奥特曼，是我走了。